因为这个长寿剧呢，感觉到妈妈越来越疏远了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好像被 C 的六个女儿们抢走。对啊，每个晚上去吃喝玩的，吃 Wagyu beef， 吃 unagi， 吃 sashimi， 而我在家吃菜吃草，受不了这个。嗯，没有吃醋，完全没吃醋。有时候看妈妈拍戏的时候，真的很辛苦啊。那你看这一场，她又被推，又去撞墙，真的看了我很心痛啊，真的想让她出头啊。So you can， 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。好了，就今天到此为止，下次跟大家分享多一点，那请大家多多支持富贵平安，我是陈一心， See you again。 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有完哦，我们还没有打分，我们还有话要说。我给他11分啊，真的，而且因为我有看过他画我，所以我觉得给他10分。那我一分是让他进步的，因为我觉得可以画得我美一点。那我就要扣分了，因为陈曦你没有画我。对，他画的东西是有，怎么讲，是有细节的嘞。你看我的诊所，我的诊所我在那边待了半年，但是呢，我看你要我画，我根本画不出来。OK， 你的诊所还比较容易画嘞，我觉得难画的是应该是我们富贵堂、你看富贵堂密密麻麻的，因为有很多草药之类的东西嘛。可是你看画得多好，很细腻咯。还有这个富贵一条街，对，我觉得它富贵一条街很有感觉，就是我们会在这边大家每天邻里看到的地方。对，再加上他画的这个是小甜甜的这个 manicure 的 parlor， 很像哎，而且啊，他画的是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该加分的。对，赞。富贵平安，周一至五晚上7:30，8频道。